瞧你这招人待见的劲儿，咱这营额得翻番啊！今天，把我当招财猫了你？啊，要不说你就别去那边摊了，你就跟这儿踏实干吧。啊，能盼我点好不？不是，我说什么了我？干嘛？跟我上后厨来。不是这段子，这是那个黄叔点菜。服务员，哎，买单。 哎，来嘞！哎，不跑，一般男的呀，老头子容易左边，对对，哎，哎，哇，喂，啊，姓远真，对对，送不了，远近都送不了，不跟你说了吗？店里头人手不富裕，啊啊，送不了，啊，喂，您好。 哦，哎，没有没有，能送能送。您在哪儿住啊？哦，那地儿我知道。您要什么？啊，得嘞，马上给您做得，马上给您送过去啊。好嘞，回见您呢。能送吗？到时候那买卖咱干嘛不做呀？再说我闲着也是闲着。哦，好小子。啊，对了，我上后厨还得拿份豌豆黄，我给那万太爷捎过去，看看他。对对，他摘位了，摘位了，摘位了，我去看看他啊。好好好。 你送我这么多花，还做好事不留名，你倒是想干嘛呀？我不这样做，怎么能在你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？哎，你今年多大？无不无聊啊？其实我算过，咱俩挺配的。咱俩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比我小5岁。我实话实说，我真的觉得咱俩不合适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俩有代沟。 现在2年一代沟，谁跟谁没有代沟啊？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咱们不合适？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可你真的不是我要找的老公的那个类型啊！老公也是从男朋友开始做起的呀，你不能给我一个做男朋友的机会吗？哎，你也太直接了吧！要不这样，你看行不行？咱们在这段恋爱上面加上一个期限，为期1个月。 如果你觉得咱俩感觉还可以，我们继续；如果不行，你随时可以把我踢开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感兴趣。你要是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就要走了。这一顿我来买单。哎，买单就算了。这个世界不管变成什么样，男人都不可以让自己喜欢的女孩来买单。 谢谢了，累了吧，儿子？嗯，你呀，还是去找份正式的工作啊，老给妈妈帮忙也不是个常事儿，是吧？不是这些事儿，您甭操心了，我好忙跟家清静清静，你干嘛呀？行行行行行行，燕家老师，这是。老公，哎，妈，你们怎么一起回来啊？好巧哦。 哦，对，真是挺巧的。我们还在门口碰上的，奇怪的。一家碰上了。对，妈刚下班，我也刚下班。对。可是你刚下班，你的包包怎么会在屋子里啊？忘带了。对，忘带了。苏秦大意。这是下回。哎，你们聊，我跟你做饭去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没雾气。哎，老公，老公，我跟你讲个事情啊。啊。我有个北京的朋友啊，他在那个南四环那边有一个房子想要出手，我想说好啊，有空的话我们过去看一看。南四环，忒远点了，因为北京城是这样，出了二环就不叫北京城。 你那个是过时的想法啦，我告诉你，我朋友跟我说，南四环这边的房价过几年会涨，你不相信啊？我累了，我去睡觉了。哎呀，我每次跟你讲到房子的事情，你就在那边装累。嗯，买房子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哎，你这样都不关心我该怎么办？嗯，他现在不是说我关不关心的问题。 你就咱真是看好那房子了，人家也乐意卖给咱们。
手上拿不出钱来，你这不一样是白搭吗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想了很久，我终于想到办法。哎，小雨，你回来啦！今儿这顿饭吃的真舒坦，妈居然没唠叨，真是安静。我来说两句。我是敞开的说呢，还是简短的说？您还是简短的说吧。你的事业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俩的计划早日成功。哎，什么计划啊？别瞎打听。什么时候给我领个男朋友回来？领男朋友还不简单？你要想要，明儿就能给你领回来。嗯。哎呦，不过，什么叫不过？后的话说清楚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开玩笑呢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等我自己落听了，再带回来给您看哈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快点吧。我觉得鉴于今天这顿饭，妈妈很辛苦，做了这么多的样儿啊。鉴于母亲大人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殷切的期望，我们用什么来回馈我们伟大的母亲大人呢？嗯，什么呢？我提议，现在由佳玉同学为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，以此助兴。好啊！哎呦，那你们想听什么曲子？快乐颂吧。好。吧，哎，姐没关系，别那么客气。哎呀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你这弹钢琴的手哪能刷碗啊？哎呀，我平时在家也不买菜，也不做饭，也是该帮你们忙忙别的事儿了。哎，佳玉啊，其实你家里原来的境况应该还挺好的哈。爸妈哪有钱培养你去学钢琴啊？不是啊，我们家小时候也只是小康而已。我以前没有钱买钢琴的时候，都是在纸板上面学的。哎。啊，那么夸张啊！嗯，但我跟你说，现在北京啊，教别人学弹钢琴的老师，一个小时能挣好几百块钱呢。你们要是有需要的话，告诉我，我有个朋友刚好是开了个钢琴教室，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。哎，不，我说这话我可没有就催着你们还钱的意思哦。还什么钱？就借我那2万块钱啊，我没有要催你们还。会正好没告诉你们吧？没有，那你千万别说我说了啊。好啊。老公。哎。为什么你跟你姐姐借钱也不告诉我？知道了，哎呀，真心这个人真是的，一点都绷不住事儿。你说，你这个月根本就没有发工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你担心。那你这个月什么时候发工资啊？发了就还给姐姐吧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家钱。我知道，马上就发。我们领导说了，说这个月。我们公司这个资金周转有点困难，但是肯定会发的，你别着急，啊，发了第一时间还给他。是不是我把你逼得太紧了？没有，你说对，我理解你。老公啊，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自己的空间。你看在家里吧，有时候说个话都要小小心心的，多不方便啊。所以呢，还是要买房子。
我知道你心里面舍不得咱妈，可是没关系啊，以后搬了新家，妈也可以常过来住嘛，这样大家都开心不是吗？这现在没有钱。哎，你上次说有办法，是什么办法？是这样的啊，我想说先跟我爸爸妈妈借钱，那个等到以后买了房子之后呢，再把房子拿去做抵押，这样就有钱还给他们了。我可提醒你，抵押贷款这个利息可是高。我算过了，以你的工资，绝对可以还得来，那顶多就是我再省一点喽。慢点啊，小心台阶。爱词一全诗，玲珑出自然。好诗，好诗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曹雪芹的咏石。他说的呢，就是一块石头啊，他呢跟随女娲去补天，可是呢这块石头他有一个志向，他却不想跟着女娲去补天，只愿意做一个潇潇洒洒、自由自在的小神仙。好有才华哦！哎，这都是导演的基本功。来，我给你拍张照吧。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好嘞。我看看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，脚？我脚没事，这鞋跟断了。哎，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，咱打开家门迎新春。哎呦，你还唱上了，捡着钱包了？比捡着钱包高兴，正好跟佳玉准备给我要孙子了。哎呦，这可是大好事啊。当然了，可是吧，现如今跟过去不一样，你说这什么大气污染呢，什么食物添加剂呀，再加上佳玉岁数不小了，我担心她怀不上。哎，什么污染呢？那是被他们夸大了。你没看新闻吗？我看了，一个外国老太太都60岁了，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呢。我可不想让我儿媳妇60岁再生孩子，怎么才能帮帮他们？是怎么样了？我都挑花眼了，要不你帮我看看吧。要不要试试这双？来。这是我的 style 吗？来转一圈我看看。哇哦，我觉得这双鞋只有穿在你的脚上，才能彰显出它的精心设计。太棒了！好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如果咱们没钱就不买，要买就要买真的，就像做人一样，真诚是一种态度，就像我对你一样。钱是用来享受的，不要让我们变成了钱的奴隶。服务员买单。好的。梁颂，我自己来吧。我送给你了，我来吧。哎，我来吧。你知道吗？送别人鞋代表……哎，反正就不好的意思，所以我自己来吧。给，哎，干嘛？吓着我了，摸一下不行了？我，你手干净吗？我是处女座，我时时刻刻都在洗手。那也不能摸，摸坏了怎么办？不是鞋，哎，
没事没事，我自己都不会轻易穿它的，以后只有跟梁宋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穿它，所以我打算叫它梁宋鞋。不是你跟这人在一起才多久啊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我跟你说，别忘了那句老话啊，光头啊，有哦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哎，听见没有？真是两个大俗人，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跟你们俩的差距这么大呢？挣钱干什么用呢？不就是让我们来花，让我们来消费，让我们来提升我们自己？哎，你们把钱放在家里生小崽吗？不是，你先坐下，我这么仰着头挺累的。哎呦，说话真是累死我了。哎，别看梁宋是八五后，是真的活得比咱们明白，每天衣服都不带重样的，从衣服、裤子到鞋子，搭配的那是有品位啊，真的，真的。姐，你都说了，她穿的那都是大牌货，是吧？这大牌货谁穿着不好看呢？对吧？你总不可能把一爱马仕穿成蓝翔技校吧？哎，你就可以啊。我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她肯定是新东方。对，这是什么嘛？那还是个厨子。这，姐，要是她啊，能把那地摊货也穿出大牌的感觉，那气质我就佩服他。我跟你说，就算他是个捡破烂的，也比一般人有气质。你不嫌他比你小五岁了？他都没嫌我，我干嘛嫌他？而且，我最近一直在思考，我原来活得太累了。谈个恋爱老在想会不会结婚啊，结婚以后会不会幸福啊，以后会不会离婚啊？想这么多干嘛？我要活在当下，我要过好每一天。我连今天都过不好，我未来怎么会开心，怎么会幸福呢？对吧？不过这个梁什么梁赞呢？哎，梁颂，歌颂的颂。这个梁颂，这个人确实还是挺牛的。你看，把他完完全全的改变了。你先洗好了，那咱俩一块儿吧。不行啦，家里还有别人呢，多不好意思啊。怕什么呢？现在也没人洗，咱俩洗呗。那以后我和我媳妇儿怕什么呢？多不好意思啊。走了走。就一双鞋呢，代购的这么贵，不买了。佛靠金装，女靠鞋装。女人爱不爱自己，就看她有什么样的鞋子。别人。自个儿还不爱自个儿吗？买了，得，我大孙子没了。我哪知道他俩在一起洗那？你再把你弟弟吓出个好歹来。妈，我被他吓出个好歹来了。他真准备要孩子啊？嗯，还是自个儿亲口跟我说的。以后啊，咱们得给
个人空间。你呢，天一擦黑就在屋里待着，没事别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妈，我也需要个人空间，我到现在还没把自己嫁出去呢，我的事儿比他俩事儿急。哎呦，你轻点儿。哇，妈，哇，你一大早起来熬汤啊？啊，哟，给我来一碗，给我来一碗。别嚷嚷，这给佳玉吃的。哦，谢谢妈。我也要。你不是减肥呢？别喝了。谁减肥呢？偏心眼的呀。那我不吃了。啊，走啦，拜拜。别忘了吃早饭啊！哈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喝哦。嗯。你一定要喝啊！哎呀，我一大早啊就上早市买菜去了。哎，谢谢妈。哎，烫烫烫！哎，我告诉你，这里边都有什么？好，有鸡肉，有排骨，还有枸杞子。哇，还有西洋参、核桃。有核桃？啊。啊，妈，送我去医院。啊哦，你再坚持会儿啊，慢一点。你说你好面儿往那里边搁什么核桃？这核桃过敏，多危险一事儿啊！我不知道吗？不是，那没人跟我说一声啊？您都问呢，那你咋告诉我一声啊？我不也刚知道吗？哎，妈，没事没事，一点小过敏也没关系的。你看这事闹的真是，你除了核桃还有什么别的过敏的吗？你一块告诉我，我都记下来。没有没有，就核桃而已。就是核桃而已。哎，核桃露呢？核桃烙？核桃仁？妈，您消停会儿好吗？还闹呢？您瞧瞧你那事儿，这能怎么样吗？帮了倒忙了。您这种事儿，您正忙也帮不上，是？本来就是嘛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妈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啊，一大早给我炖汤，又说什么越急越不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她不会是想要？谈生小孩的事情吧，他想抱孙子，你由他折腾去吧，对吧？我妈那人闲不住，给他找个事儿吧，也不错。那不行，你要跟他说，我没有怀孕的计划。何必那么认真呢？给他找个事儿，也挺好的，对吧？当初我们讲好的，3年之内不要小孩，忘记了？没有啊，讲是讲了。但咱话说回来了，真有了怎么着？咱不要了？不可能发生这种意外的，要是发生了都是你的错。真心？哎，孩儿，干嘛呢？来趟新远斋，给你介绍个朋友。哦，知道了。真心，让咱们过去吃饭去。快坐下吧，坐下吧。王彤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才来啊？你提前过生日啊？什么过生日？我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位我的朋友。哦，你好，这是我朋友 Annie。你好，你好。女朋友。啊，我朋友去厕所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哟，是你朋友。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天哪！怎么了？你家这里边太黑了。又摔倒了。你说你，我不知道你上个厕所还戴着墨镜啊。你回头再去告诉我，我陪你去啊。行，快坐，快坐。瞧把你摔的。哎，那么爱戴墨镜，我也戴一个。哦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梁颂，是我男朋友。梁颂啊，这就是我弟，真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真好。哦，我见过你。哪儿啊？电视上。嗨，
那档子事儿甭提了，都过去了，老黄历了。我弟爱开玩笑。欣姐，欣姐，你男朋友做什么的？是导演。亲爱的，你最近筹备那部新戏叫什么来着？叫你其实真的很土。一听就是文艺大片儿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别拍照！不，我叫你别拍照。不是我，不是你还拍呢？我查查您这个，这什么？放下！这干什么？哎，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宋小壮。我看你条件挺不错的，我们组里有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，有没有兴趣试试？导演，您看我这形象可以吗？你这形象，我们组里不差你这样的群众演员，不差你这样的光头。我可以戴帽子，我戴一顶跟您一样的帽子。这样，你告诉我在哪儿买的，我也买一顶去。光头，我们戴这帽子可是今年范思哲的走秀款，平时不关注时尚吧？范思哲的，借我戴。哎，去！这时尚的帽子啊，得戴在时尚人的头上。就算你关注时尚，你也未必时尚。北京豆汁啊，正宗黄记豆汁。哎，两位，哎，里边里边尝尝啊。哎，豆汁店了啊，豆汁刚开业的啊，正宗老北京豆汁。啊，大姐，哎，正宗老北京豆汁，你尝尝，黄记豆汁。啊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大姐都来了啊，老北京豆汁啊，正宗黄记豆汁。正宗的老北京豆汁啊，你慢慢品尝。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啊！妈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老北京豆汁。不是啊，哎，这些都要上你们家招待。娟妮姐，娟妮姐，哎，你们俩发展的也太快了吧，真好。我说他们呢。所以啊，要感谢你这位大媒人。哎，咱们敬他们两口子一杯。好。请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嗯哼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行行，我知道知道。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了吗？低了一亿以下的项目别找我。行了行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见面说吧。各位不好意思啊，我组里边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先走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我送你吧。没事没事，你就坐着吧。您可以吗？那你小心啊。好嘞。哎，亲爱的，亲爱的。哎。哎，小壮，觉得姐这男朋友怎么样？就是一般人。你是进入不了艺术家的世界了，那你别问我。哎，佳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好娘吗？这世界上有人比你还娘吗？我觉得我表哥面多了，表兄，表妹。好，你觉得姐的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啊？你要是自个儿不觉得寒碜的话，没人能拦得住你。哎，你们都尝尝，尝尝。先不说味儿啊，我怎么觉得这色儿都不正？哼。我的天哪！这哪豆汁儿啊，
这只能蒙蒙外地人吧。就是门口那个老黄家原来开那豆汁店，现在被几个外地人给占了，又重新装修了。啊，打的还是老黄的招牌，卖的就这玩意儿。哟喂，这不蒙事呢吗？要这样的话，以后我再不去了。他挨哪开店吧，我管不着。但是你打着人老黄这招牌，这不成。妈，虽说他这豆汁儿不正宗，不人家开门做生意，你也不好去拆台吧？我是小吃协会的会长，这事儿我不管谁管呢，是吧？他这么干，就是给我们所有老字号脸上抹黑。刘会长说的在理。鼓掌。你不是讽刺我吧？哪有啊？老公，你上招聘网站干什么？你要换工作啊？没有，随便看看。随便看看，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？有吗？是不是老板不给你加薪，你要换工作？哪有？说了随便看一眼。哎呀，困了，我先睡会儿。躺会儿，眯一会儿。哎呀。你老看这些个怀孕的书干什么呀？嘘嘘嘘，正好他们不打算要孩子吗？我这看看呀，吃点什么容易生男孩的？我这个人很豁达，生男生女一个样。你这上面能写什么呀？你找见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我听那个六号院那朱大妈跟我说呀，说是啊。多吃点豇豆啊、黄瓜呀这种长条的食物，你觉得他说的靠谱吗？你瞅你，还生男生女一个样呢。我琢磨你啊，还是想抱大孙子。这个生男生女啊是偶然现象，有的家里连生五个闺女都叫招弟儿，招来弟弟了吗？再者说呀，这是人家两个人的事情。你跟着瞎操的什么闲心呢？我亲儿子，亲儿媳妇，我当然得操心了。哼，你就是真好啊。嗯，名字起的不错嘛。啊，工作经历蛮丰富的嘛。是，毕竟好多年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是不是？在邓姐那边做过，对，以前一直跟那儿待着。我听说你把人家的一个案子给卖了，可害得人家不浅，有这么回事吧？没有这么回事，这是假的，这是他们造谣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咱们这个圈子里啊，口碑是很重要。既然有人说的这个事儿，我想他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吧。我们也不想招惹太多的麻烦，所以。你还是再看看别的家吧。啊，宋小壮，宋小壮，来了，我的，我宋小壮，来。哎呀妈，女的，不是你一送快递的怎么那么多话啊？调戏良家妇女，意图不轨啊你。就你这样，真不是我喜欢的菜。说什么呢你？哎，小心我给你差评啊！哟，小兰姐回来了。小兰姐，你买什么东西啊？翻不翻身，时不时尚，洋不洋气，有没有份儿，爱不爱？看挺好看，但
坏不坏去，我不懂。穿上给你看。哎，我帮你帮你。别一不小心崴了脚。能不能不要老说这种晦气话啊？好不容易买双新鞋。穿上我的战靴，瞬间有了精气神。哎，小心点！我终于知道，为什么欣姐为了一双鞋，认了一个男朋友。啊？弄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？哎，小壮，你早点说嘛，我就给你买一双。小心点！好看，太好看了！您自个儿一个人看着啊，练练就好，练练就好。自信，走出人生的美。老公，哎，你现在几点啊？你不是应该在公司上班吗？今天下班真早。我下班早，下班早。哎，这谁的车啊？哈，你的车呢？空气也不太好，车也多，挺堵的。然后我想骑骑车。干嘛？买的。哟，又送外卖呢？哎呦，王大爷，前几天呢，多亏你给我送了一顿饭，要不然我这病着，你是自己在家里吧？那个，真是没有办法了。谢谢你啊，对，应该的。您回见，哎，回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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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他刚说你在店里送外卖，偶尔就送了一会儿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刚刚说你这几天在店里送外卖，有吗？有，很清楚，有。啊，最近下班老早，然后就你自己家生意嘛，你总得帮帮忙，打打下手不是？为什么不上班？我被辞职了，我被炒鱿鱼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被炒鱿鱼了？OK，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一个多星期了。一个多星期？你瞒了我一个多星期？他们为什么炒你鱿鱼？我们老大反正对我有点误会吧，再加上有个人一直看我不顺眼，从中挑拨，所以，哎，过去事儿别提了。我在找工作，反正可能最近不太好，但是也别着急，总能找到。太过分了！我是受害者，哎，怎么就过分了呢？不是你何必你总得哎呀，我说。老婆，我不是你老婆啦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一个大傻瓜。原来这件事情你一直在瞒着我啊！要不是别人说溜嘴的话，你还不跟我说实话？你先听我把这个事给你好好的解释。你不用解释了啦，每次做什么事情都长篇大论的解释，你们北京人最能讲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就是看着我今儿没上班，送外卖。哟喂！这谁弄的？把我手都扎了。今天是农历初三，好日子。快快快！
哎呀，到家了还把脚给崴了，哎呀！你穿它干什么呀？爸，你不觉得它很 beauty 吗？我不，beauty 什么 ？beauty 就是美丽的意思。这还能走路吗？这，妈，这不是一双普通的鞋，这是一双带有魔力的鞋。欣姐就是穿了这么一双鞋，找到了一个又有钱又有范儿又有才气的导演，他马上还要拍一部电影叫《你真的好土》。导演还说我条件好，让我去给他演戏。我要穿着这双鞋，找一个比真好还要好的男人。真假。